每天吃饭都要用到筷子，快来看看这些筷子礼仪你都遵守了吗？一，筷子要首尾对齐，不能拿颠倒筷。二，夹菜时要想清楚再夹。三，不能用筷子来回翻到盘子里的食物。四，不能拿着筷子指人。五，筷子一旦接触到食物就要夹走，不能再放回去。六，别人夹菜时要等一等再夹。七，夹菜时要避免汤汁滴来滴去。八，夹不起来的食物不能用筷子戳。九，当筷子上还有其他食物时不能夹新菜。十，不能把筷子竖着插在碗里。关注卡卡星星长知识。